孙瑞更主动的发起进攻，孙瑞先得分。那恭喜孙瑞收获了我们超级运动会历史上第一枚女子重剑的金牌。Hello 啊，早上好，今天是超新星的第二天，为什么第一天没拍？我也有这个疑问。早上起来已经护完肤了，现在开始化妆。现在已经抓发完成了。红红出发啊！出发啊！月姐，今天有没有什么要去的项目？哎呀呀！柔韧性，柔韧性。我的 vlog， 还有我的 vlog。行了啊，防止大家低血糖的东西，就是我觉得女孩子容易低血糖，你知道吗？你能再夹一点吗？怎么都是巧克力啊，宝宝？我爱吃。哎，哇，这些小吃是哇。上官喜爱带了好多吃的呀。现在我们就要品尝我们美味的下午茶。先从哪个开始呢？南风反应。我跟你说，其实我今天真的想带零食，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们屋那体重秤它有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咋变胖了？史上最高体重100斤，我从来没上过三位数。然后我要说好，今天一天我什么都。看看黄瓜、桃子、香蕉。这个小番茄，我俩两根黄瓜啊！哇！好，今天一天我什么都不吃。嗯，还有我就往那边去，我回来。吃饭环节就到这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我的天！昨天晚上我信誓旦旦在我们群里说，今天我会带很多吃的。结果因为今天早上我一上秤，史上最重体重，一天啥也不带了，不带了，马上就不带了。你也有心想、哎？真的，我现在真有点怀疑那体重秤。我还以为你怎么吃都不会想胖。是呀、啊，而且昨天我没吃饭，对不对？而前天96，今天100，就倒这儿，就是特别受不了。现在在这后台打牌。大家现在开始在传麻将局。哎，除了换三张，你们还要干嘛？不要了，就换三张。你不换三张吗？平时？我学生到底打的什么？米卡，你平时换三张吗？啊，不来。对啊，肯定得换三张，因为刚才我万就两张，然后我换了桶，结果桶我有一排，要一张一张打掉。我夸张啊，这几个姐，这几个哥。美女服装。美女吃饭。现在要开始录制了。对啊，好啊。而且这个能追踪。还有美颜。能发给我吗？是我 vlog 素材。你们没有 vlog 了？我们都有。对呀、啊，你咋不拍呢？我现在就想留张说。共享你的视频。上车啦，化妆啦，吃饭啦，哎，没晒了，我跟你讲。现在开始比赛了，要比那个折返跑。你有想报的项目吗？我吗？我想报艺术体操。啊？今天他们那个都弄完，就你还想报吗？我感觉今年艺术体操得有30人，我觉得蛮厉害的。而且全是那种软的，太多了，应该很厉害，你就会被埋没。还到时候可以共享一下吗？你可以共享一下吗？我还想报街舞，然后结果点击我们三个人的时候，我们的东西都是一样的。对。现在已经结束了，然后我们在等待备采。
最后的，每一天剩一批人，每一天剩一点人。幸好我有我的零食。饭了，谢姐。不在。小灾。吃零食了，今天吃的零食叫南京酱板鸭。接那个商务了，接着南京酱板鸭商务。晚上一点，保持微笑。今天一天没吃饭啊。主要真的，我被今天早上那个体重秤真给我吓了。不是你，我将七八年没上过90，不是100，98都很疼。现在是1:34，我们结束啦。外面下很大的雨。小月在酒店拿了早餐，看看都有什么。小月蒸饺、煎蛋、小蘑菇、小香肠、小面包。今天的穿搭，没事儿啊。Hello， 早上好，我们吃饭啦！超炸，给你们唱歌。哇哦！哎呀！连续了三天的战斗之后，丁小宅还充满着活力，老当益壮。我刚才我们俩说，我们根本不是超新星，我们是超老星。超老星，真哎，看现在真的像那小。能看出来我们两个衣服颜色不一样吗？我碰到你们队应该没有人发现了。你觉得我们队想要你吗？没有人想要我。所以有没有很担心？就是早晚的问题。没关系啊，我觉得这种运动会不光要有成绩，气氛也很重要。对，好好思考一下。我觉得我可以。咋了？咋了？你80斤的体重去吧。我昨天那个喜爱，就是他说，你们没有发现吗？一个拔河宝藏。出发，出发。出发 ，Go Go Go！ 好了。我帮你录一个吧。好，我来。嗯，出发啦！咋这样子呢？怎么两副面孔？我都不露的全是脚。吃饭了，喝水了，上班了，跑步了，睡觉了。好，这是孙瑞风格。好了，孙瑞可以啊。我们现在在干什么？我们现在在等那个篮球环节啊。谁要打篮球呢？然后他们说不允许带手机，但是没说不允许带相机。谁让他们有 vlog 任务呢？不带相机怎么拍？所以我没有相机就拍不了 vlog。哎呀，真是。主要其实，在别人镜头里面出现了也算拍了。对啊。对对对，我都算上了。是我们后排的朋友们。下一个请。怎么好丧，大家。加油！哎呦，我们组就别人讲话，就一点不捧场，就是谁讲完就安静，一点不接。我觉得很漂亮。来，拍的很好看。真拍出来挺。而且这还没改呢，这还没弄。看我们这边。好多人呢。在这儿，哎。我真想让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整个这现场，每个人都有拍摄 vlog 的任务，所以就导致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有一个机位在那架着，好惨，大家。